美国流行歌手蕾哈娜与沙地阿拉伯富商哈桑贾梅尔已拍拖几年，不过他一直未有公开恋情。最近蕾哈娜接受时尚杂志访问时就破天荒承认拍拖一段时间，她表示希望有一日能成为母亲，不过一切由上帝会安排，虽然暂时未有结婚打算，但她自曝已表明嫁衣会由她与名设计师约翰·加里阿诺一同合作设计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